郭碧婷和向佐的爱情太甜蜜，向佐宠溺的眼神时时盯着郭碧婷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接受现实，好好努力，我是小编娜娜，今天给大家带来郭碧婷和向佐的爱情太甜蜜，向佐宠溺的眼神时时盯着郭碧婷。向佐和郭碧婷的恋情发展太快，快到让人猝不及防，中间有个妈妈当媒人，而且喜欢郭碧婷喜欢的不得了，郭碧婷和向佐连坐在一起都如此的甜蜜，向佐宠溺的眼神五时五刻不再盯着郭碧婷，这样的爱情也太虐人了。小编个人觉得郭碧婷真的是漂亮与智慧并存的，向佐的爱与她是匹配的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